我是高木管理社长的109年1月31号台北捷运淡松山新田线松山站6:51，收牌车是开往新店的高音量系统高能高轨式捷运列车，在松山站关闭车门了。耶，拜拜！我还以为等其他列车进站就没有，先行驶。来，各位自己等等，再见。